这是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贾浪区法院的一幕，正在进行的是一起民事案件的庭审，因为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，庭审过程数度中断。李爱云，本案原告，今年已经74岁。法庭上，他语气里满是委屈和无奈。他说，之所以要打官司，是因为被告抢了自己的房子。兄弟，我有水钱，我有野兽，我有野马，两年都差不多两个家子，幸亏我心大量宽，我心大不量宽，我合约合到两回走进去了，哎，我活不去了，我的脸哈，我辛辛苦苦盖房子，我是不当家的。然而，面对指责，本案被告60岁的刘雪霞却同样气愤难平，她说自己才是真正的房主。你要做好事做到底，对吧？别为了人这份房产眼红，对吧？怎么人家啊？做好事做到底，对吧？别半路被人又送下来了，碎死人家。李阿云和刘雪霞都是徐州市贾浪区人，引发他们争执的是刘雪霞现在住着的这套100多平米的房子。李阿云说，这套房子是他出钱和出力盖起来的，可是刘雪霞却说，土地证和房产证上写的都是自己的名字，怎么可能是李爱云的？刘雪霞说，李爱云如此的胡搅蛮缠，只不过是为了贪图房屋拆迁款。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刘雪霞所说的那句“你好事要做到底，别半路把人家松下来摔死”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样两个非亲非故的女人，为什么会因为一套房子而引发争执？看来要想弄明白整件事情，还要从当初为什么修这套房子说起。聚焦一线，直击现场。莫名其妙被租出去的房子，你租谁不是租？你现在又租不住。十几年后的意外纷争，我没想到现在我做来做去一场空。各执一词的对峙，沉默无语的男人，躲闪隐瞒，房子到底是谁的？情债一线正在播出。引起争执的房子是位于徐州市贾浪区教堂北侧王庄村的这座平房。李爱云至今仍然记得2000年自己和丈夫赵守亚决定修建这幢房子的缘由。我有点改善了，他们在做事，那咱俩都是省南的一地，全南的一块地，我想买过来给他老婆当仓库做做生意。今后咱孙子等着18、19、20结婚的时候，咱就等于给他的一份家产。我就说了，你买了这个。3000块钱。李爱云说，几天后丈夫就告诉自己，他已经花9000块钱买下了地，
2000年底，施工队一到，工程便很快开始了。买料、买房料、买砖、买石头、买水泥、买黄沙，都给起步了。他这里这钱还不大太多了，寒冬腊月的天气，为了修房子，李爱云吃了不少苦，每天忙得焦头烂额。一方面要早起晚归经营自己的卖菜生意，一方面还得两头跑着给工人做饭。炉子呢，我洗炭，那个我们没洗炭烧菜。不久，房子建得差不多了，李爱云总算轻松下来，回娘家住了半个月。然而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新房里竟然已经住上了一个叫刘雪霞的女人。我一问了，我说咱这房子有人住了啊？我跟谁住？我租给你住的。我租给他住的，我并不是给他住的。我不租给他，你想租给谁？你想的事多了，租给谁不是不给钱？那过年都出事了，我也当不了家，一笔没出来，你们那亲人的，你那点平常你都给他，我收他一笔子。赵守亚说，房子是自己做主租给刘雪霞的，刚修好的新房被租了出去，李爱云当然不情愿，但人已经住了进来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我说咱不认这房子，不认行吧？租呢？你听谁的话？我说这来路不明，这个人，他就走那呢，他就得骂他，他那就气了，磕个巴子在上面拱。到时候你欺负他干嘛？英雄妇女，你租谁不是租？你现在又租不住。按照李爱云的说法，自家的房子就这样租给了刘雪霞，一租就是13年，直至2013年房屋要拆迁。然而，听到对方的说法，刘雪霞却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就打听了，他说这个房子20多万，他一听说20多万，他给我翻脸了呢，他来告我，他说是他的屋。刘雪霞说，李爱云分明是在说谎，他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租房的问题，因为房子本来就是自己的。那你为什么我住40年的房子我自己拿钱盖的，为什么这一家人还反咬我说我是他的？我都这样一步一步，我经过这些风风雨雨，我就一直过到老，就到这样了。刘雪霞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十几年前她离了婚，在贾浪区没有固定的住所，那时候赵守亚一家给了他不少帮助。这个姓这个赵守亚哪一个不认识他？员工对着赵守亚谁都认识他。我认识他吧，就是萍水相逢。他说你，他我说我没有房子，他说我给你帮忙找说的。到最后呢，他老妈妈也给我帮忙有了房子，他叫做我一个人就这样。他二儿还去看我去，就带着这个儿媳妇，后来对我才好。我也认为他一家人才好。2000年年底的一天，赵守亚找到了刘雪霞，他说了一个消息，让刘雪霞欣喜不已。他说的小刘，你别在哪搬屋了，你有钱吗？俺这员工队卖屋了，干脆我就给你买下来，我帮你出个人工，你自己掏钱，我给你装了盖起来，你有屋住就行了。对此，刘雪霞说，自己一直都很感激对方，逢年过节还总给赵守亚家送点东西，但是他可面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告上了法庭。我就觉得他帮给我盖房子，我没想到现在我住来住去一场空，他说是他的屋，他又害我了。李爱云坚称房子是自己的，刘雪霞只不过是十几年的租户，而刘雪霞也理直气壮地说房子是自己出钱建的，赵守亚夫妇只不过是帮了自己的忙，双方各执一词，案件似乎走入了僵局。原告诉称和被告的答辩，他们事实差距太大，我们进行了一些走访和调查，包括他土地从最初土地的形成，从哪儿购买，是谁办理的手续，我们到了他们的当时的村民自治组织去调查了一下。那啥，就是那家的老曹爷那边呢，
四零货他买的，买呢就是10000块钱买的。嗯。他呢照样呢，后来他出的他买的，他买呢想他没法那个，到后来一发他自己他买的呢，我又让给他1000块钱，就收他9000块钱，是照样。去买去的，买的就算土地啊，对啊，哦，啊，那您当时有什么签什么字面的东西？什么没签，就开一张手续。你看这张手续是，可能是了吧，是的，10000块钱又到后来又退给他，又退给他。经过调查，能够证明当初的确是赵守亚跑前跑后办理的各种建房手续，被告刘雪霞对于这一点也没有异议。然而，购买土地的钱到底是谁出的，双方却一直争论不休。赵守亚讲这个房屋这个宅基地是他自己去买的，用他自己的钱，但是刘雪霞一直予以否认，他讲这个钱是他交给赵守亚。一共是36500，最后就连坟啥都没有了，连转房的钱都没有了，就叫这老头给我治的干净的。就在两个女人大吵大闹的时候，法庭被告席上有一个男人正一脸无奈沉默地坐着，似乎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这个男人正是李爱云的丈夫赵守亚，此刻他竟然作为本案的第二被告和刘雪霞一起坐在了妻子的对立面。他自己强调他的身份非常尴尬，包括造成目前今天这个事情的缘由也因他而起，他觉得他没有理由去说任何话。我赵守亚恳求法院及双方的律师同志，请你们商量一下，拿出一个基本合理的方案，尽快了解。我向全家老少孩子赔礼道歉，向政府认错。赵守亚。赵守亚的话表明了他是引发这场争执的关键人物。我们这里有一份赠与合同公证书。在这份写于2001年5月24号的公证书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赠与人是赵守亚和李爱云夫妇，而受赠人则是本案的被告刘雪霞。李爱云说，正是这份公证书才让她最终决定将刘雪霞告上法庭，并且也将自己的丈夫列为被告。她说，这套房子她根本就不知道已经被赠给别人了，都是她的丈夫赵守亚背着她干的事情。这也难怪，如果是自己家的房子让丈夫背着自己送给了别人，任凭哪个妻子都咽不下这口气。至此，问题的关键是赵守亚为什么会办理这样一份公证书，这场争夺房产的官司看起来似乎没那么简单。14年前的惊鸿一瞥，1999年6月5号，我终身难忘。14年后，他决绝愤怒。你要我，你不要我，老了我也不要你了，你别上那去。那份模糊的爱真的存在吗？刑债一线继续播出。李爱云说，自己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份赠与公证书的存在，直到2013年10月份，双方争执的那幢房子即将拆除，李爱云本想着能拿到一笔丰厚的拆迁款。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就让他如坠深渊。现在房屋拆迁了，别人拆迁的部门没有找他，也没有找他，问了他的老公好几次，为什么房屋进行拆迁了，测量拆了多少钱，他一直给他的老婆说，给李爱云说，你不要问，所以他心里不踏实。都不知道了，可闷死我了。啊，这媳妇倒一查，他闷死你了，你房子赠送人了。俺就问老头了，老头就是才说出这个十几年的秘密，说当时就搬到他的名下了。原来这套房子在2001年的时候已经以赠与的名义搬到了刘雪霞的名下。这样就是前期我们查一下他这个物权登记情况，后来根据他们提出这个公证，我们把公证卷宗从公证处调来以后，这是我们贾旺区公证处的公证卷宗，包括他的纠纷的赠与合同。这个咱们当时是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发现他的赠与合同，他的赠与人是两个人，
一个是赵守亚，一个是李爱云，两方受托人刘雪霞。但他最后在这个赠与合同的尾部，赠与人仅仅有赵守亚一个人的签名，受托人刘雪霞这是一方，赠与人少了一个人。李爱云没有在赠与合同这个原件上签名。所以这个跟现在庭审的时候李爱云说自己不知情也是基本上是一致，和他陈述的事实能够对应起来。嗯嗯嗯。另外一点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公证书里面的授权委托书部分。授权委托书是李爱云委托赵守亚来办理的手续。嗯。这上有李爱云的指纹，就是李爱云名义的指纹。后来通过庭审的调查，李爱云这陈述这个指纹不是他签的。嗯。包括赵守亚也陈述这个指纹是他自己伪造的。他老婆就气了，现在都瘦，就是这有一个多月，瘦了一二十斤，就气了，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了。丈夫竟然背着自己把家里的房子送给了另外一个女人。李爱云在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一下子感觉生活了一辈子的丈夫变得是那么的陌生。我不原谅他，我是不原谅他。你说把他这我是谁不原谅他？我不要你，我坚决不要你。你我不要我老不要你了。其实丈夫赵守亚和刘雪霞关系暧昧的事情李爱云早有耳闻，但当这一切都变成现实的时候，她还是无法接受。今天就说了李爱云，老公啊，你弄这么大的了，走嘞，你说你那房子是给谁住的？我说另一个的，我说实话，我另一个的。你说那是叫俩小孩儿，你不舍不嘛？他多大年龄了？他多年轻了？他能信他？你别不舍。哎，我就问了问你了，我到底你那个房子给他住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用什么人说的？你说到底是你小孩儿的？不舍，气死了。这顶着脸又给我提起来。每天都得吵架，就是说这十几年我们家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断过吵架，就是因为他。然后就俺老婆要喝药干什么的。李爱云陈述，赵守亚脾气暴躁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她的体力啊，无论是从其他方面力量的平衡啊，她无法去扭转这种局面，就无法去改变。然而，面对李爱云的这种说法，刘雪霞却矢口否认。我给他什么情人不情人，他就看我没有工作，也能没有房子，他给我找个房子。刘雪霞坚称，这是李爱云夫妇为了霸占房产而故意编造的谎言，是对自己的污蔑。听到这里，坐在他身旁的赵守亚坐不住了。刘雪霞的人格作风，我给他定下来几条。刘雪霞，你细心研究，嫌贫爱富，挑三拣四，嫁祸于人，屠夫作影，血口喷人，自动早泄，动人不割，心人不和，这可以调查，反正他住过的地方。赵守亚啊，作为大连人，在用词用语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用人格或者身份攻击。报告审判长，我都是说的内心话。要注意一下。啊，好，啊，那么，赵守亚和刘雪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赵守亚说，自己和刘雪霞开始接触是在1999年，当时刘雪霞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。就是一结完婚，一真正的生活了，就弄到一块儿去了。这个男的要这要那，得允许我的工资全都归给他，他须得做我的钱。不做就他就不老实家来，就这样。没有钱交了，这个男的不辞而别，上外头跑了。他有劳保工资，他电厂的，他有钱，他跑我这一个多月。说不他就恨他，不问他，就没要离婚。当时赵守亚在一家工厂当采购，在贾汪区是个能人，而刘雪霞是一家煤矿的工人，二人单位离得很近，一来二去也就熟络起来。我听说你原来在员工大队，掏供销，搞过工厂，搞过商业，
又在公益赔偿，又当过民事部主任，那你会做什么坏？哎，有地方我有，那外边管辖户地方多了，那咱品钱做生意吧。哎，我在当时讲了，我没有做上。你想才跟他接触都一个月，我不能完全相信他哎。他说你搁家也没有事儿，你有钱吗？我说我有，我攒点钱也有一两万。他说要不然你取出来，我领你去上外做生意去吧。刚开始是合伙做生意，但随着接触的增多，两个人关系迅速升温。他做饭，我看看。那时候幸福。幸福。都不管家里了那时候。那根本就不管家了，还瞒着家里来。不没别的事，他不上俺家去，我也不知道给他个块钱打东西。他说家还短钱，我你们要钱吗？来，有给我四五千块钱没有？我等给他钱，给他两千块钱。终于，赵守亚和刘雪霞的关系超过了正常的界限。99年的6月5号，我终身难忘。我这一生没见过那么俊的，那么漂亮的。哎，那么年轻的能主动找到我，啊，愿意跟我在一块。我刘雪霞找到了这么多的对象或男朋友，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关心我、疼我的、帮助我的人，没有一个。今后我保证到死也不找对象了或男朋友了，我终身跟着你，不嫁人，终身养你老，不能结婚，永远当你的情人。我没说过这个话，我没说我养活他。你想能是可能的吗？你有老妈妈，你有闺女儿女儿媳妇，我怎么能可能养活你？赵守亚说，2001年刘雪霞看到自己家里盖房子，于是就向他提出了要求。他多聪明，人家想好的都给弄一处楼啊，那些大干部那天想好的小婆子不给再拿来买处房子。哎，我到时候我看，哎，不行办证的时候我看，要如果能好办的话，我给写你的名。啊，没有这样的丈量的话我不会说的，因为人有老妈妈有一家人，我没说过这个话。于是趁妻子李爱云回娘家，赵守亚偷偷的帮刘雪霞搬进了新家。说的是做是容我家人的，俺两人这样的感情，我给没花钱不分他的我的，怎么叫做。他的老公一直给他强调，你不要问，我租给他的租金少不了，一直这样讲。另外一点，她老公脾气也暴躁，她不敢过问太多。我就问我那家人了，你在这边今天还有揍我有骂我，我当年那边没有揍我有骂我。此时的赵守亚完全不顾及妻子的感受，更让妻子李爱云无法接受的是，背着全家人，他偷偷的将房子过户在了刘雪霞的名下。他代表了他老婆，也代表了他自己，和刘雪霞两个人办理的相关公证。他说的，我不说一下，我给你办不了这个房产证。他说的，我就跟着了，他叫我签字，我签字。他给我办房产证，我当然乐意跟他去了。我心平衡了，我对起你了，给你住。这就是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，它的登记所有权人是刘雪霞，登记的时间2001年5月20日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村内房屋所有权证，名字也是所有刘雪霞，它的所有权的性质是私有。现在咱们是根据这个土地所有权还有房屋所有权，都写的是刘雪霞的名字。对，他就根据物权登记的效力，他就有一个公示的效力，初步判断这个房产应该是刘雪霞个人的。法庭上，李爱云和刘雪霞对赵守亚都充满了怨恨，而年逾古稀的赵守亚也似乎充满了无奈和愧疚。目前针对这套房子，
李爱云和刘雪霞各执一词。这场掺杂了太多情感纠葛的房产之争，似乎很难用谁有理谁没理这样的简单逻辑来归纳。那么这场庭审终究会走向何方呢？回想当初，他满是遗憾，心里有良心，还得有点感情。纷争过后，积极一份平静，还是希望就越过越好，有眼泪过你就散。暮年的爱恨情仇究竟能否找到归宿？情债一线继续播出。庭审在争吵中结束，赵守亚老人在走出法庭的时候满脸的遗憾和落寞。第二天在法官的陪同下，他提出要去老屋看一看。打的葡萄架子，太阳油他们是我的。哦，在这屋，这屋还有葡萄豆。有。你打开一下，我还得打，我现在有葡萄架。之前你都有这个房间的钥匙吗？他都有。这个锁应该没换啊。这就是不敢说他。之前他每次换锁都会给你一把是吗？这他因结完婚了，你想他还过吗？你先是不换锁。刘雪霞结婚了，提到这一点，赵守亚的生命里满是无奈。不生气，我有意见，你没有按照你的承诺来说话，对吧？当然有你的自由，你也应该说，我结过婚了。我堂堂的工人，我赚的这小房子钱，我老保管。你说我是你老头的相好的，是你老头给我钱花了，还是包揽我了？是他有钱，对吧？他无非帮我找个地皮，给我帮帮忙出个人力，钱都是我自己拿盖的。原来，2013年年底，刘雪霞和一名姓邵的男人登记结婚，而这一点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告诉赵守亚。赵守亚说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刘雪霞对自己的隐瞒。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，不能马虎。你说明了，我有我的打算呀，对吧？拜拜。那就说，等有登记证的都能离婚，别说这个没有登记证啊。在那时的赵守亚看来，刘雪霞彻底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，因此房子也必须要归还自己。你既然是终身养我老，终身不嫁人，那就说咱俩人虽然是不是合法的。能坚持到底，哎，这个房子你永远住着，除非我不死，除非我死了，我看不见了不知道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只要改嫁，哎，只要你想搬家上哪去，马上这房子物归原主，还得叫我找谁呀？如今经历了这数月的纷纷扰扰之后，再次站在这个他和刘雪霞共同生活过的老屋里，赵守亚满是惆怅，物是人非。手中的钥匙终究再也打不开这近在咫尺的一扇门了。我们也在考虑，想考虑看能不能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案，一方面把这个财产纠纷处理掉，另外一方面把他们这种关系找到一个节点去化解它，给他们双方的老年生活有一能够有能够有一个段落去先过去。他的病那么重，手术还得化疗，哎，人得有良心，得有点还得有点感情。我的意思呢，他是同情他，最好呢保护他。在进行大量调查走访工作的基础上，徐州市甲方区人民法院的卢增吉法官在充分征求了双方的意见后，于2013年12月21日组织了一场特殊的调解。无论是跟李大姨还是跟刘姨，看你看你因你而起，你是继承人，你想办法做个解铃人，看怎么把这个事情化解掉。哎，你看你能不能说你的想法？这么多年了，对咱有些话。有些隔阂，心里边有些疙瘩。到今天这个年龄，到今天这个环境这个情况下，作为法院，作为一个中间机构，或者说咱作为一个其他的场所，给提供一个平台，暂时不谈法律，我们谈谈法律之外的东西。
然而调解的开端并不顺利。我一分也不给他，我那房子给盖着，他又没给我添一分，我为什么辛辛苦苦给他，对吧？还到我的身上。我叫什么样的？好了，你凭什么说是你的？你问你的钱上你凭什么管的？你问你的，你30块钱有到底赚多少钱？你哪弄钱？你一年都没有啊啊！我自己攒的，我工人我自己攒的。在当地法院。我自己攒的钱。你这个邻里到底品质？你说你是你拿多少钱？你说出真话，你拿一个字了吗？ 我现在要说真话，比3万得多。哦，那你说你拿3万多是吧？那我为什么盖房的时候你让不给我说的要留我给你3万？你到现在你又说了。是吧？你又胡扯了。你现在哪教我的？啊！你当时你整人家的地盘吧，给我整下来给我的，我怕你有。你有年多大？那到时我是给你的支票吧。我不想给你那。你找不给我卖的，你那个小孩儿在这块。而听到丈夫和刘雪霞的争吵，刚刚坐下的李爱云也情绪激动起来。那么好啊！哦，盖完房那个房产证换的再小，连小偷的名字啊！快快快！我说连闹钟呢！你这那是你老公都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那你老公哎，孩子被告。啊，那是你老公给我编的，吓唬我，是我小偷的。我一点没供你了，啊，无奈。卢增基法官只是将双方当事人分开进行调解，尽管满腹怒气，但是面对法官处于最尴尬位置的赵守亚，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敢也不便说出的话。我呢，他是希望法庭在分割财产的时候适当的向刘雪霞进行倾斜，毕竟他现在一个人，而且接近60岁了，身体患有重病。而对于妻子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也是悔不当初。错了，我在昨天在法庭上不说吗？我向政府认错认罪，向家庭老婆孩子检讨。您跟李阿姨怎么道歉了吗？道歉了吗？没有。还没道歉？还没有。兄弟。因为都没有人，我跟老妈道歉，那儿女在跟着我，我没法道歉。也觉得我一辈子的英雄，一辈子那大男人主义，带个小孩跟着我不能这样做吧。嗯，反正是觉得自己是错了，是真错了。而看到身患重病的刘雪霞消瘦的模样，生了她十几年怨气的李爱云也不想再僵持下去，通过儿媳妇。这位一辈子少言寡语的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咱整的孩子这骨气，我你现在老头他最老了，他孩子回到，就这是二水满堂了对吧？就说只要你最起码你看他有这个病，我也还活不多长时间，对吧？你也叫他安度个晚年就行啊。孩子希望就要都越过越好嘛，对吧？嗯，有远就过去就算了，对吧？2013年12月21日，经过近2个小时的调解，双方终于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并签字。协议规定，涉案房屋补偿款232644.64元，确认其中8万元由原告李爱云享有，剩余152644.64元。及其他权利由被告刘雪霞享有。法院能确定利益上的归属，却无法判定情感上的谁是谁非。赵守亚夫妇和刘雪霞这十多年的恩恩怨怨，显然不是一纸调解书就能够了却的。15年前，当赵守亚和刘雪霞开始交往的时候，如果他能够对自己的家庭多一份责任感，保持应有的理智，也许在15年后的今天，他就不会被迫喝下当年酿制的苦酒。如今身患重病的刘雪霞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照顾她的老伴，而赵守亚也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努力争取妻子的谅解。我们也希望三位老人
能够平复因这起纠纷所引发的内心伤痛，尽快地过上平静的生活。这里是一线，我是陆晨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